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所以咱看到人，会记，咱莫看人普普。你若看人普普，一天一定会消毒，善行的烦恼会消毒。哦，再来，念经动心呐，佛地见者，念之自心，更无白佛。我恁大家今日应该爱相信。佛地见者，爱知啊！你每个人的心，好、哦，这、就是佛地见者。只有你家己心内，只有你家己自己的心以外呢，无其他的佛，更无别佛，无其他的佛。咱佛有真济，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。比如加拉佛、有数佛，吼、哦、啊，什么佛、什么佛的，有万佛，佛佛佛的，佛遐尼济佛的，啊，个人个人的修行的方法，无相像。那么多以大众诸佛菩萨啊，因的妙法用在生活中，但是诸佛第二年，成就佛。八二年，而且恁内底自心的佛的妙法真言就八二年，恁知无？哈，恁知无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诸佛教，是诸佛。的教义是生活的教义，是生活有智慧，生活的不二法门，是觉到本性本来就是佛的不二法门，真是伊啊！所以人问讲要修成佛，简单无？足简单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安尼尔。三藏十二部经，在咱先有师讲，迄个多弥，迄个多弥陀讲堂过啊，龙藏，咱7246卷，对头到尾7246卷经律论，遐尼济，嘛是干啦，叫咱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啥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？咱才会开易经心法研究班，一者，可能对烦恼、对凡夫到成佛有智慧的人，可能对无知、甲会觉到的人，一条路为易为经。三藏十二部经讲这么多，但最无正面讲你爱做善事的，拢甲你讲。你做这件工作就会发生安那，那件工作就会发生安怎？这是真真正正的真理，是安那经典经中呢佛所开示的妙法。侬讲你若做安那，就什么安呢？说不离因果，不离因果果嘛，因因果果。咱中大人要食饭，现在可能巴肚腩的已经足侪足侪人啊，迄是因果嘛。经中所甲咱开始，诸佛菩萨所开始，都是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的问题。这就是第一件，这就是佛的第一件。好，
所以咱家己的心，心即是佛，心就是觉。那么觉悟，只有靠家己的心才有到觉悟。你若无迄个心，无可能觉悟。今日咱遮济头到尾拢要坐伫遮，来研究着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妙法，咱就是有这个心。有这心，你的佛就有存在伫遮，你的觉悟就是存在伫这心内底。所以咱就无其他佛咯，自心之佛，自性之佛。啊，所以咱一个人一去呢，有一天咱要断气，世间要走的时，吼、哦，走袂开脚。阿弥陀佛，遐远嘛念袂着，无要紧，你先念佛，佛佛佛到无去，你就走啊。但是咱的佛佛，咱的念头是阿弥陀佛，咱莫开别个南无啊阿弥陀佛咯。系啊，你佛念过来了，开着灯也未灯，佛则歹念，歹念啊，未见念，歹去佛呀。结果咱本身就佛，家己就自我成就就无去啊。所以讲起老和尚，伊要走，叫地主想拢坐坐念，大家念嘛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到尾老和尚了，佛佛佛佛走。伊袂过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嘛袂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若加两字出来，一口气都无，无得等哦。你听有意思哦，一口气，一字就是一口气，才会等啊。爱有经验，爱记哦。大家拢拄会着啦，免笑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说会记哩。咱若是讲要走，困。佛，佛，你就走，嘿，佛，你就走啊！那么阿弥陀，啊啊啊！又走了，那还佛呢？是不是？好、哦，那呢，这就是爱觉，自修学道，修去行，你就会去觉到，觉的时就成佛嘛。你要成佛，你无觉，哪有可能成佛？觉唔是先觉的觉的，哦，去觉悟的觉。你就我就成佛，我就成道，我就离苦得乐。哦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好、哦，安尼知影了吼、哦。咱相信自己内心之佛。今日讲这段，无来听到的，会真无彩。是呢，吼、哦，咱有听到的，咱有一天世间未见大，系咱会真自在。啊，咱无听到的。啊哈啊啊弥哟弥哟，系啊，哈咪啊弥多去，啊多哦，多哦，多哦，要走多，要多去多去，多哦，佛咯，哦啊，所以咱共修一个月的共修的重要性，一个月共修，那么直接发，哈、啊、清净的发，修这个发，那么我家所讲的开示。恁就爱五入，吼、哦！我开始，恁就爱五入，哈哈哈！是不是？各位才欢喜笑吼，咱有一天。好，这笑笑啊走，啊那上欢喜尔啦，笑笑啊走呢，啊到尾啊遐惊孙啊，阿爸阿母啊，阿妈还咧笑了，但要甲关入去观察，要关入唔关入，唔知是安尼才好咧，啊关煞关袂入去，关是伊嘛咧笑，佫唔感觉堪的，嘿嘿，哦，这呢法喜充满，这就是办好事。啊，咱若误着，咱就办好事；若无误着咧，就是办丧事；无误着，则是办丧事。哦，恁有误着咧无？好、哦，再来哈，
盖为一切众生慈悲光明，贪爱顶净，我缘来绕，感受感受苦敌呀。讲咱每个人本身都是有佛，自心就是就佛的存在，咱的本性就是拢是为佛啦。好，但是因一切众生，所有众生啊，自闭光明，贪嗔痴、贪嗔痴、三毒，把咱的光明的玻璃珠、玻璃珠砍掉去啊，咱的佛性砍掉去啊，咱的生命砍掉去啊。贪爱尘缘，贪贪不了，物件是让人爱，但是爱之又多，处之又多，咱也失了多，无照天理行，变成尘埃。咱是尘埃的环境，尘埃的境界，把咱的生命砍掉去。好，外缘来绕，咱外缘，咱看了外面呢？本来外面的是有为华，梦幻泡影。咱内缘、外缘、内心，咱内心本来就是清净，结果咱看外面的物件呢，好起烦恼心。咱外面的拢是用缘，人家人结缘，人家万生万物的结缘是一念，咱唔通甲摕你心肝来扰乱自己啊！唔通扰乱自己，所以咱学佛师啊，是蛮有想善，蛮有想好呀。善呢，咱学佛师无人遐济宝贝，我去看足济师啊，好有真济宝贝。干那学佛师，一个什么水晶柱，遐咱都无，抓了石头才抓了，咱有。我是无烦恼，伊伫啊，我买个叉。伊也袂甲闹，吼！伊坐伊个，困伊个，我做我个，伊就袂扰乱着我内心哦。外缘内绕，咱真济咧，吼！哦，啊，囥着真济真济宝贝，还是外缘内绕，外缘内绕啊！啊，在九二一时，原来咧，好。咱大殿两支大旗杆啊，咱一个老师伊发心摕来互我，我买啦，老师买啦，诶，无要紧啦，互我表示一下啦，好，互我表示一个啊，一个叫做恭敬之心。我万一啊地当买啦，老师，我甲你查个仔仔仔地当无问题，无想到九二一的地当用我切个，切个，我当然两支杆拢平的。吼、哦，我就接无彩了，迄两支呢，扰乱着我内心的清净偌久了了。好讲，恁兜若有伤好的物件、伤水的物件，恁也藏好。若无啦，若去用偷摕，你就烦恼。啊是，这叫做地当来缘倒去，外缘内绕嘛，外缘内绕嘛。啊，咱若有钱者。人家寄到银行，利子生少生少拢无要紧，人有甲你到保管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咱就卖讲，哇，我只钱摕过来吃古人红，连面就要投资股票，好，连面要最近股票需要得个夹咯，啊，一个师兄师姐咧，开始心得个动啊咯。老师，你看要打几好？我报不，互你去买，会赚的迄几个买咧。因为我会弹的打一支，我嘛唔知。哦，因为你外缘特别内绕啊嘛，啊对不？啊，你会扰乱你的心，你袂安定啊，烦恼在到位啊。我若果阿你讲今仔一支会买哩，反正两天会买哩尔，啊，结果第三天佫跌嘞，啊，第二天会买你肯定无买，第三天你才买买，还是才买买嘞？哈哈，嘿啦，你爱杂杂，到尾就喊。你怪老师无要紧，你含多做还怪嘞，含多佛祖嘛都怪嘞，外缘内绕，所以各位啊，恁厝嘞吼，用个写吼，外缘内绕，你个写是，你会得到无上的法宝，哦，
咱人甲人中间嘛有外个内劳，人甲人中间，哈、啊，本来人伊个抗面生，啊，伊上上伊主动诶行为嘛，你奇怪这人啊，安尼猫，安尼猫呢？你敢若想脑海内，你敢看迄个猫迄个形安尼吼？哎呦，这个人安安尼，吼、哦，你着脑海心内咧，你着袂安啊？你看咱迄个罗汉，十八罗汉，迄一个吼。罗汉的影面孔咧，我甲看咧，一直甲心想，系啊，伫我脑海内、心内超一个月无多离开，我是安尼，当当想着迄阵头我来做，即马又搁想着迄阵安尼，所以当时外言内饶，你去试看嘛，五百罗汉，遐尼济、遐尼济诶画像，拢伫。断我们的清净心，断我们的烦恼的般若法门，你知道吗？五百罗汉，外缘内饶，好、哦、甘受驱使啊！咱甘愿和外缘带下这感，吼、哦、这西东啊，徛北东啊，西老东啊，徛北东，徛北东，西老东，吼、哦，咱就家己无自我去啊。无自我呢，咱何者诶外缘甲咱相冲伫起啊？所以人伫外面呢，咱目睭是真好，但是目睭嘛有目睭诶歹。但是咱目睭看会着，咱会要马上断掉烦恼，前念不生，后念就不断了嘛。你赞叹所有一切，伊拢是自然的调和，所以两字啊，调和、调和，人生的真谛。你若悟到两字的调和的时啊，你会足欢喜的，你就袂去找到真济真济的烦恼在咱的身躯顶，跟咱的内心。啊，辩子老他世尊呐、啊，从三昧起种种苦渴啦，劝令寝食，莫向外求，以火无二，故云开火之见，无意劝一切人，以自心中常开火之见。啊，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。啊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，哈、啊，那个缠妄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，啊，若能净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此恶行善，是自开我之见，之见，这段非常的好，讲咱呐。人拢和外面的烦恼做奴才，做奴才的时，好，咱就来拜托世尊。世尊呢，不是干释迦牟尼佛了哦，无量劫以来，好、哦、有真济角者伫世间，世上上尊贵的角者，就是显法妙法，哦，烦恼变恼他世尊啊。好、啊，拜托真济佛啦、菩萨啦，好、啊，拜托拜托。哦，我烦恼遮济啊，你有啥方法啊？啊，股票博输呀，啊，有啥物方法把股票赢倒转来？咱遮去拜托罗总，拜托世尊，拜托诸佛菩萨，谁讲叫无慈悲的？哈、啊，咱若家己去博输，咱遮的万天万地万老爸，那唔对起啊！遮的拜托诸佛菩萨，你开一个明白户啊！吼、哦，我若有丢丢的时啊，吼，我一定会挂名挂金牌。我有金牌是咪五分的？我嘿，你欠偌济钱？欠八九百万，八九百万用一块金牌五分的，就要跋落咧。你分到我戆，八九百万呢？啊，五分的一块嘛才六百五，即我嘛敢甲你跋？对不？你若我着一千万，
我800万，我200多啊啦，比无较好。所以老还的诸佛菩萨修行办法，所以各位同修，股票就不要去啊，吼、哦，你莫买，哦，你若要买着，买你会趁钱，会趁钱才买，吼、哦，那么这边落价啊，你才紧来买，啊这边起价你才紧来买，你照这个法则一定趁钱，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佛之见的，开佛之见是安尼嘞。那无咧，起价你才来买，落价才来买，迄是众生之见的，诶，众生的比见呢？哦，所以咱众生才好啊，这叫做从三昧起，三昧什么？戒定慧，盖贪嗔痴，定，咱卖随随便便，人两句话吃不到。人了甲你引诱，咱贪心贪念就走出来。慧爱有智慧，叫咱爱有智慧，有爱有智慧，种种苦口劝令前世，种种的苦口婆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诸佛菩萨苦口是阿婆的心，拢在甲咱讲话，在甲咱开示，结果咱也无觉着啊。嘿，等人等伊，明仔嘛唔知啥人要签，后日的号码也嘛唔知几人要签咧。好、哦，阿伟说，老师。开开始，我就入五。你反正去，反正去签四五个五数的。啊，你那是去加去啊？哎哎，早早又来啊，又个无开五啊。又是众生之见，啊，众生之见啊。咱个劝令请息啊，啊，莫向外求，以佛无二。咱万行代志，问家的心。咱尽本分该做的，咱去做；做人该做的责任甲义务，咱去做。其他呢，咱都唔通去贪啊。咱就甲佛就无啥物分别啦。咱心就是佛啦，依佛无别，心就是佛，咱的心就是佛啦。好、哦，咱希望今顿以后呢，咱大家心就是佛，欢喜哦。我爱个大家，我爱核心的。好、哦，含天公、王天君、王天君是天公嘛？雷公啊，雷公是王天君啦、啊。啊，雷公伊嘛，干来印证这个法呢，伊嘛来正道，是不是？咱等嘛，心就爱佛，咱的幸福都爱佛啦。好佛者，咱真逍遥自在，该做功课就做。佚佗就佚佗，饮酒就饮酒，食饭就食饭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酒肉穿肠过，活在心中做，但是爱注意，无灾必有祸。哈哈，真的啊，哦，那不过坦白讲啊，哦，乃故因开火之见，所以咱大家心。那一定是咱的佛的意见。好，我也肯一分啊，一切人啊，依住心中，咱爱常常开佛的意见，咱唔常开众生的意见。世人心是邪的，依迷作罪，做足是一罪业。好，靠善心哦，嘴拢讲好话，心肝内咧，但是咧，心是受恶事，想办法要讲。害，要共中伤，要共抹黑，算计较，我咪阁讲，吼、哦，阿阁讲咧，伊讲老师是我打一排，老师是我合作派，我是合作党诶，好、哦、合作党诶，希望众生大家都幸福，大家拢有福地见，咱唔好随便共抹黑，吼、哦，你若要共抹黑，无人敢，户口迁倒来，厝卖卖掉，拢到台湾再来消灭，吼、哦。好，大家爱爱惜这个土地，爱惜咱这个净土，咱唔通无爱惜这个净土，开嘴满嘴的善念、善心、善行，结果心所想的拢是恶的，安尼不对。咱台湾净土的佛，唔是这种佛，是不是？无什么佛呢？咱台湾这边净土的佛是慈悲的，
哦，是有大爱之心的。好、哦，人力己力，卖讲讲讲，那无拄好，我用浪讲，嘿，你无我批条。咱啊，迄只佛唔是种，佛是负责的，佛是爱心的，是佛的正知正见，一切众生拢是咱的性命，这才是佛之知见啊。王道之国平天下。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经双修见真心。